偶尔想要开个飞机或直升机，却等半天也等不到一台的经验吗？讨厌，老是抢不到战车，只能够在后面保累吗？哈哈，在战地风云三中奋战的诸位步兵们，你们的救星来喽！万众期待的最新资料片《装甲之怒》终于推出啦！现在家家有车坐，人人有攻练，再也不用因为抢不到载具而哭哭喽！在新的装甲优势模式当中，不仅收录了《战地风云》系列里有史以来最大张的户外地图，玩家还可以一次全部玩到这次资料片中的四种新载具，包括了数量众多的战车破坏者。这种拥有绝佳机动力的新战车，可以让你快速的绕到敌人屁股后面，可以踏个措手不及。越野摩托车则是支援兵的好帮手，轻巧快速，最适合搞 C4 炸药自爆啦。而最强的地图武器多管火箭发射车，这个玩意儿啊，虽然看起来笨重的很，但要是搭配上好的观测手，可是能够轰到敌人连阿嬷都认不出来哦。当然，这次更新中最受到期待的 AC-130 炮艇，105公里榴炮的威力也没有让大家失望哦。战场上的成败，有的时候可是全都系于他身上呢。所以各位空军们，请记得要好好的保护这个空中的大炮台哦。